零三年女孩，小镇上开服装店的一天，黑七哥要出去上班，来做个核酸，我俩来吃麻辣烫，吃完他就要走了。到家收拾了，收拾出发了，再回来就是过年了。我也要开始弄我事情了，打包排版都是一场工作。先把今天要拍的版拿出来，拿到一半好像电压不稳，一个劲闪。这个灯就是欠收拾，我一嗓子喊好了，把要拍的年服也拿出来，太喜欢最近的款了，收拾好看到我心坎，把能发的货都先发走了，宝贝们坐等收货。忙活完出来放放风，小皮蛋，你们也好久没见了吗？这款棉服里面的绒超厚，款式太多了，都在绿色通道，宝贝们自己去喂哈。